个别国家唯恐天下不乱，蓄意制造动荡，插手地区事务，干涉别国内政，策动颜色革命，手伸向哪里，哪里就不得安宁，甚至为一己之私到处埋钉子，人为制造很多地缘矛盾，长期拉偏架，导致地区局势复杂难解，背后递刀子，不惜挑起代理人战争，以收渔翁之利。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，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，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，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，绝不手软。Brazil has formally been part of a viceministro de defensa de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. He escuchado en todas las ponencias